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把五个单字放进来了哈。那我们先测试一下单一个啦哈，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个语音积木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好，我们上次有讲过语音积木，所以你把你的积木往下拉，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语音有没有？好，语音转英文跟语音转中文，好，这两个你都把它拉出来哈。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单字出现的时候可以顺便发音嘛哈，顺便可以发音，所以呢。你就跑马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顺便给他念英文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先试试看哈。Afternoon。好，有没有？他会顺便把英文念出来嘛？哈，好，那如果我还要再加上念中文的话，啊，你这两个叠在一起，中间还要个等待时间的哈，因为我们资料送出去到网络上哈。他会需要一点点时间做那个，把它编成中文或编成英文的语音再下来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发音的中间最好给他等待时间哈，好，那因为我整个显示完差不多要五到六秒，所以我再多等两秒，所以最后才清空，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我一边显示跑马灯，一边念英文，英文念完念中文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哈。好，现在字幕在这边了哈。Afternoon。哎，没有出来。Afternoon。哎，现在才跑出来，好，再一次。Afternoon。哎，这样还是有点问题哈，我再调整一下。好，现在有了哈。Afternoon。Afternoon。这个太慢，讲中文要久一点。好，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，各位先试一下你的那个英文发音跟中文发音齁。